高凌风庙里做法约女儿看戏。苹果周日时机，高凌风带着私人看护去庙里做法会，虽然头发花白，哎呀，但看来精神挺好呢。庙里忙完，他开着被前妻金友庄推荐的5257专车，如今副驾只有看护可以坐坐看。哎，我说拖着遍体的高大哥啊，你要去哪里？来的悲剧，高大哥兴致可好呢？约女儿阿宝来看电影，散场了，来聊聊吧。最近身体还好吗？是，我还是有去做一点民俗，经络方面的。那么今天上庙里是有求什么神、许什么愿吗？哦，没有，他今天是为那个母娘，那边我们做法会，法会那我们要那个什么冤亲债主啊。祭祭祖啊，祖先，今天三天法会结束。至于他稍早说要给前岳父8000万，却又有些迟疑。因为我的钱现在还不需要急着处理，好吧？所以我要给谁？所以不考虑信托了，这样。这钱的事不是一句话的。对啊，听说他录了新歌，现场请他哼两句，他竟然陷入了一股默哀的氛围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，好，结束。才刚录，是啊，好，苹果娱乐 online， 期待下次喽，报道。